大家好，我是骆驼母娇，我是幸福大文琪。各位全家，你们看看我们后面的布置啊！没错，今天就是来介绍最新高级扣中包，全球首发的新卡时间啦！是的，我们最新高级扩充包天地万物 Vista 将于12月16号闪亮发售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真的，这一次的扩充包里面呢，将会随机收录10张的卡片，而且必定会有宝可梦 V、宝可梦 V Max、宝可梦 Vista 其中一张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高级扩充包的封面图，哇，有好多宝可梦啊！有阿尔宙斯、帕路奇亚、蒂亚卢卡，还有七系青鸟、音香帅、喜翠年美龙与喜翠索罗亚克，还有水军，哇，好期待看到这些封面宝可梦的卡片呢！我也是，不过在影片一开始先告诉各位训练家，这次高级扩充包推出了有全新的稀有度哦 ，AR 还有 SAR， 也就是艺术插画稀有，还有特殊艺术插画稀有。哦，是全新插画的卡图吗？哇，我等不及了，叔叔赶快介绍给各位看吧。马上来看看我们这次介绍的新卡，就是 AR 的喜翠霹雳电球。哇，是这一张招式是精心充能的喜翠霹雳电球哎，这张艺术插画稀有的喜翠霹雳电球的插画、啊，看起来就是我们游玩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常常看到的场景哎，好熟悉啊，这个柔和的画风呢，我喜欢。哇，看到这个卡图，我又好想要找时间回去重温一下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这个游戏耶。接下来是下一张卡片，噔噔。就是 AR 的戴欧奇西斯，有些训练家也会选择将这张卡片投入到梦幻 VMAX 牌组里面，那这张 AR 的戴欧奇西斯肯定必放的吧。仔细一看都是我们宝可梦卡牌的物品卡呢，上半部有一级的卷轴、愤怒之卷、活力之湖、渡魂灯笼，看到卡图的中间有三股回应喇叭、交错收发机还有交错切换机耶。下半部则是潮旋之扇和连级的卷轴、漩涡之卷，全部都环绕在戴欧奇西斯的旁边呢。以上这些物品卡都是一级、连级以及汇流的专属卡片，也同时呼应了这张戴欧奇西斯一致适用这三种系统呢。最后要介绍的是这张噔噔 AR 的自爆磁怪哦，是可以帮助宝可梦充能的自爆磁怪耶。这个 AR 的插画也是画得很精细耶。工厂里面还有着小磁怪以及三合一磁怪在分工合作，感觉自爆磁怪正在用它的磁力工作者和它的特性终极磁铁好呼应哦，也太可爱了吧！看完这些卡片呢，真的是意犹未尽哎，叔叔好想再多看几张哦。那你是不是好好期待之后的新卡情报呢？那这边再次提醒各位炫家，最新的高级扩充包天地万物 Vista 即将在12月16号发售，绝对不要错过啦！那各位训练家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张卡图的插画呢？留言跟我分享吧！我真的对那张戴欧奇西斯吼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太帅了，一定要拿到！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会收到后面的上片通知。我是骆驼母娇，我是幸福大文琪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